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海外最受欢迎演员徐凯。天也不能说谎，此时我便用元神助神尊一战。晚安，我的女郎。让我们掌声有请徐凯上台领取荣誉。从古装偶像到都市情感，他用专业和热情塑造的角色不仅横跨古今，更是打破受众的文化与地域区隔。他是横店劳模，当他海外粉丝突破百万时，他在横店；当他作品占据 VTV 热播榜 Top One 时，他还在横店。他是横店劳模，也是年度海外最受欢迎演员徐凯。首先谢谢腾讯视频，还有就是谢谢我海外的观众这么关注我，然后未来我会更努力，然后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是的，徐凯也是我们 VTV 的全球代言人，所以也期待您明年更多更好的作品。谢谢。好，也期待着徐凯有更多的作品可以让全球人可以看到。是的，谢谢徐凯，谢谢。